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，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，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，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，差不多可以100%的治愈。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，英文叫做 HPV。 HPV 是一种 DNA 病毒，能够入侵不成熟的子宫颈上皮细胞中作用。因为这些病毒含有特别的E6以及E7蛋白质，而E6蛋白质会使人体中的肿瘤抑制蛋白质 P53 失去功效，另外一种E7蛋白质则会使肿瘤抑制蛋白质 RB 失去功能，如此一来将导致身体内失去正常检视、调控以及修补 DNA 受损的功能，而被感染的细胞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行为，例如细胞分裂、周期混乱，并转化成具恶性倾向的细胞。所以 HPV 病毒被认为是造成子宫颈癌最可怕的危险因子。另外呢，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，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。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，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，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，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。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，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，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，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。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，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。研究显示，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，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%到90%。另外呢，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，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，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。只有打这么一次吗？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。癌症会产生跟病毒感染以及免疫力下降有关，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，还要早睡不能熬夜，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。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，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，相信 HPV 病毒就会很快的消灭掉。建议多吃一些蓝紫色的蔬果，它里面有丰富的一些像鞣花酸、花青素，那它的抗氧化力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代谢，你就可以去抵挡那些细菌病菌的部分，特别像是蔓越莓、蓝莓一些紫色像葡萄籽，这个也都是 OK。 那要提醒大家，可能有一些市售的蔓越莓汁它太甜了，那我们喝蔓越莓汁其实是要让它酸化尿液，可是如果你是加过多糖的这种反而会造成细菌过度滋生，所以建议选择是无糖的，或是就是直接吃很酸的那种蔓越莓干会比较有效。当发炎的期间是不是有一些刺激的东西不能吃？对，尤其是辣的啦、油炸啦是都禁止的，那我会建议还是要多喝水。